英超新赛季即将开始，相信不少球迷都非常期待喜爱球队的新球衣。最近曼联的新客场球服照流出，不过曼联这套最新的客场球衣看起来会让不少人目瞪口呆。最新流出的曼联做客球衣据说来自某店铺，只见流出照片中的球衣以粉红为主调，上面有曼联的汽车品牌赞助商标志以及曼联队徽。这件球衣部位细节看起来非常精细，并不像是合成的恶搞照片。对于这件粉红战衣，网民反应不一，有球迷说要是真的一定买一件，不过也有球迷指这颜色像是掉色的红色衣服沾到白色的恐怖样子，还有球迷质疑粉红色球衣究竟是什么用途，只要对手身穿红衣的话已经不可以再穿了。不过球迷这个忧虑的理由是不充分的，因为英超球队埃弗顿在2010-11赛季就是用粉红色的客场球衣征战的，证明此并非难以分辨的颜色。其实对于喜爱球队的新球衣到底改成什么样，相信真正的球迷都不会嫌弃的，买了穿上表真爱，买了不穿当收藏，你说对吧？